其实我们两个本来不认识，那因为这个事件有所连结之后，我们都会关心对方，然后替对方加油打气这样。我对于这件事情其实我也是匪夷所思，但怎么说，我认为我是很幸运的啦。因为大牙他非常辛苦嘛，那对我只能以尽我微薄之力，以一个说出我所经历的故事来支持他这样。那他之后还是有一些风波必须经历，那我很幸运，我没有经历这样的风波这样。